师傅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红吗？没有，就是有点热。爸爸，你的脸怎么也红了？今天天气热。大人之脸真有名。师傅，你喜欢爸爸就直说。爸爸，你喜欢师傅就大胆追求。胡说！口是心非。那个啥呢？送你的。给你啊。哇，我命格太弱了，不能用贵重物品。成交价9.99。9.99？看99.99都不止吧。里边有收据。如果成交价便宜的话，就没关系的。那就太好了，谢谢爸爸。太晚了，我也要回去洗洗手。那个，给我的，我也有啊。你别误会我了，先走了。不过觉得真的可惜。爸爸真嘴硬，明明问过师傅手围大小。哎，这个家没我，迟早得散。早点休息啊。严冰，快来！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弟醒了，我爸妈很高兴，一定要办个家宴说感谢你们。嗯，没想到吧？多亏了团子。你们看看谁出手？我闺女，我闺女。对你闺女，我真搞不懂，你小子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吗？能有这么好的闺女？我太喜欢团子，我想认她当干女儿，我也想当她爸爸。师傅。通过我们努力做好事，爸爸的杀气值只有1000了。那很好啊。等杀气值变成零的时候，爸爸是不是就没事了？我也说不好。下个月就是爸爸的生日了，我之前算了一下，他活不过25岁。我最近在找我师傅，也就是你师公，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吧。师公云游总是神出鬼没，我怕下个月找不到他。团子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听什么天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师傅，我们继续去做好事吧。我的小徒儿，我们不是刚做完好事回来吗？你总得让我喘口气吧。快呀，师傅，时间紧，任务重。我这是上辈子欠你的，走吧。团子，天命到底给你下了什么名条？对他这么好？因为他是我爸爸呀。嗯，他是你爸爸，不是亲生。我觉得他就是我亲生的爸爸，我这辈子只让他一个爸爸。行行行，被你打败了。我希望师傅和爸爸可以一直陪在团子身边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感觉体内的杀气不受控制了？系统，江小姐和团子小姐出事了。乔小姐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头部受到撞击，现在处于昏迷。孩子呢？团子小姐恐怕需要双腿，需要什么呀？说呀。需要截肢。你给我说呗。季总，你快点签字，再不签字恐怕来不及了。你给我去找最好的医疗团队，孩子腿我必须绑上，听明白没有？冷静点。
司机是因为酒驾。酒驾？哪那么巧的事儿？继续查。敢伤我的人，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季延斌，你想知道是谁害了他吗？你觉得我会认为是谁害的？你别想我，不是我。我告诉你，最好别让我查出来是谁。最好是。我发誓。你还没弄明白吗？害他们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，季延斌。你是天煞孤星的命格，注定一世孤独。七七师妹和团子跟你在一块儿，注定会受影响。有病！你如果为他们好，就离开他们。团子他怎么样了？你如果为他们好，就离开他们。季延斌。老吴说我不会叫你什么。不是我，我问的是团子怎么样了。嗯，白玉中了江路了，你是突然不知道。那就那是他的错，太遭罪了。你当时给团子少画本，是想我改变他的命格对吧？对啊，团子他是五弊三缺命格，只有在福泽深厚的人身边，才能庇佑他平安顺遂。所以如果温景是他爸爸，他就能改命对吧？这都是天意，我早就算出来他有一劫会导致残疾，可是即使我想送他去温景身边当女儿，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你。你安顺这一次是我害的，团子留在我身边一直在出事。也不全是天意了，你看能是你送给我们的玉器替我们挡了这一劫。你不还是因为我让你遭了这一劫？不是的，你要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战胜命格。用团子的话来说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我不能再把他们留在我身边留下。团子他们怎么样了？特别生命危险。你喜欢团子吗？团子那么可爱，我当然喜欢。你把他接回去养。不是你也没发烧吧？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其实七七他给团子选的话不是你，他跟你哥比跟着我好。你是说团子应该是我的女儿？你真舍得？点击下方观看全集。